在所有的灾害当中，火灾是最常见的次生灾害之一。我们作为国家应急救援重要的辅助力量，就要时刻准备着，配合好消防员。你怎么把他分给我了？你怕压不住他？我是怕压不住火，多磨合磨合，成天就少了。所有队员分成四组，跟随你们的队长完成任务。大家都注意安全，如果有意外受伤，展医生和医疗小组会及时为你们处理伤情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友谊宾馆二楼的中餐厅发生煤气爆炸，火势严重，目前有6名群众被困，51名群众急需疏散。参加本次演习的群众均为专业救援队员扮演，我们需要在15分钟内疏散住客，完成救援。大家记住，只有15分钟，超过15分钟随时会存在2次爆炸的危险。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现在是北京时间9:40，东南风3级，相对湿度62%。按预定计划，行动。是。待会儿别给我添乱啊，别妨碍我就行。一组到达现场。现场，三组到达现场。收到。正在救援。陈星、王宇负责记录这次事件，出勤人员、时间还有地点。明白。周明明、丁丁丁，准备增援。增援？终于轮到我上场了。友谊宾馆二楼面点房发生2次爆炸，火势已经蔓延到居民楼，3楼和4楼发生火灾。9:46发生2次爆炸，居民楼起火。不是还有15分钟吗？真正的灾难是没有剧本的，以电为战。就是要做好应对一切突发情况的准备。听见没？真正的救援队员就要临危不乱，学着点。报告队长，因突然发生火灾，一队有一名队员被困在4楼，请求支援。收到。这就是你们四组的任务，行动。是。是。快点！
倒计时。火势有蔓延迹象，请还在建筑物内的队员立刻撤离。四房间窗户外有绳索，跳下来。请所有队员立刻撤离。从楼梯下去吧，抓紧绳索，做好安全措施。一分钟倒计时。一队鹏哥，队员罗本还在506房间。快快快，快走！这是小夏。罗本，收到回答。罗本，罗本，回答。罗本，我命令你立刻撤离。结束，罗本牺牲。这个队没法带了，以后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队长，冷静点，冷静。四个队长，冷静。冷静，你为什么不听指挥？我说了，要在保证你自己安全的情况下再救别人，这样真在火场，你早就死了，知道吗？东南风三级，
相对湿度62%，在消防队员已经将外围火势扑灭的情况下，面点房发生二次爆炸的几率很小。即便是发生二次爆炸，我也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把他们救出来。你说的只是假设，但生命没有假设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就因为你不听指挥，你们全组的成绩是0分。成绩重要还是救人重要？生命最重要。生命最重要，是你说的。救援队用生命救生命吗？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救他们。别吵了，冷静一下。救援中本来就存在各种可能，罗本有自己的理由。如果他还是这种态度，我觉得接下来的训练他不适合再参加了。